上水果田啊！你跟我急救箱，我要替你赶上水果田。妹，秋萍，你先听我讲。我问你，那是你无希望我陪在你的身躯边，可至少该咱陪我当我的伤缓为止。哎呦，气死人啊！个爱一个人，哪会当这呢烦？雅玲，你是干啥啊？哎呦，你是为倒去撞菜啊？无声无息，是要惊死人去啊？我对伫你后壁才久安尼，唔知你想啥？对伫你后壁拢唔知哦。啊，煞煞去啊！我无爱计较。哎呀，你大姐啦！啊，到底是啥好的意乱情迷成为领导？你紧甲我讲啦！哎呦，你听唔着去啊？我拄则是讲哦，啊，煮饭哪会当这尼烦？干安尼？你老实讲哦，是不是你正甲讲的迄个朋友？哦，你真足鲁的呢，我都甲你讲唔是啊。啊，好啦好啦，你无想要讲，我就莫讲啦。哎，你个手哪会受伤啊？哦，我着拄只煮鱼仔汤的时阵，无小心去切着手。啊？你会晓煮鱼仔汤哦？那呢？我甲试看卖，敢好食？哎，袂用啊，这是要有时间多食的，你袂当食。有讲是喜多。虽然我知影你甲伊无啥物，啊，不过你真正大细心的呢，我都无食过你做物件。哎呦，那是因为饲料都已经嘛受伤，就可怜我才做一家。啊，那么，等后摆你破病，我们做你吃。哎，呸！我才无想要破病呢。啊好啊，我无要跟你讲啊，我要趁少，我送去饲料都吃。好啊，我要跟你去。啊？小朵，这鱼仔汤哦，对康脆好完就好诶，你爱哦，给你一个。我来倒水干嘛？啊！你谁啊，杨玲？宝哦。哎呀！恁什么歹势啊？儿，顶多我该感谢你呢。啊，感谢我？对啊，伊做物件你敢食？是讲话甲讲翻头啊！我若是无啉伊的鱼仔汤哦，我绝对会拍一个报销死。啊，你嘛死，无你也死，加在迄鬼拢甲吃吃倒。你好多！哎哎哎哎哎！哦，赵喜多，你真正足无良心的呢！迄是亚玲的苦心的，你讲咧笑伊。你拢唔知影，亚玲为了煮迄鱼汤哦，你的手工哎，宝儿，你别讲啦。